深刻，好，跟大家告别吧，加油，加油，鱼鱼加油，太乖了，太可爱了。作为一名大一的新生，刚开始学习音乐的鱼翼在舞台表现和唱功方面还略有不足，可能现在还不具备讨教导师的资格，但是他的简单纯粹以及对音乐的热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把专业唱好，然后学好，好好读书，天天向上。导师还沉浸在鱼翼带给他们的快乐之中，但是别忘了三个小时后你们还要直面素人的讨教。我有点替海泉感到紧张。为什么？因为他身体状况不太好。A姐，我不担心他了，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女生都是这样的。好紧张，好紧张。结果一上台就是哇，魔王演技派。不要再骗我们了，我们不会上当的。而在那个小小的休息间里，又会上演什么样的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像你的身份是原住民嘛，那这首歌也有那种民族感，那你有没有办法？我知道了，把那个卑南族的那个音乐放进去。哎，对，这个好像是一个点子。我可能会让主歌的时候，它有一些空灵的一些民族元素，可能事实在副歌。赋予他的一个电子摇滚。怎样？快！告诉我。我觉得是时候召唤阿密特，从开播到现在，阿密特都还没出现。真的，我待会打电话给阿密特一下，请他过来。就是我同一个原住民跟卑南族的那个古调，对，想说加在这首歌里面。面对迄今为止挑战难度最高的歌曲，张惠妹在编曲老师的提醒下，将卑南族古调融入青藏高原之中。当不同民族的音乐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你准备好了？我才想要问你，因为我正在准备。然后呢，我想要探一下敌情。敌情只有你最熟，你不是说他很厉害？他很厉害，可是他的厉害呢是极端的，因为他的表演形式有点疯狂，他是很难揣测的一个人。他有一轮绵绵月阳多，想有谁懂得吟唱他，有慢慢一幕柔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来呀，快请马，反正有大把时光。我会变奏。田老师疯了。这首歌快把我逼疯了，我快要疯了，因为我想了很多种唱法，想要破解这个妩媚的唱法，但我破解不了。如何突破羊给大众的固有印象，是最令导师田馥甄为难的问题。他能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的灯光会是怎么样子？对，因为这首歌气氛很重要，我也没有别的了，我只能透过一点灯光帮帮我。导师田馥甄与张惠妹的歌曲改编正有条不紊地进行。而羽泉老师的状况似乎印证了林俊杰为他们的担忧。哎，请进。今天来哇，不是跟你借按摩椅的。哎呀，我来这个，又有梨汁吗？送上梨，这个不是梨汁，这个是炖梨。对嗓子好，对身体好。然后你今天生病，所以我现在最需要的。你需要这个。来，羽凡。哎。哎，真不错哎，所以跟你们在一起做节目，我觉得这福利太大了。所以吃了 JJ 的梨汤，我们唱的梨歌，希望能够有独特的滋味。没说话温柔只剩梨歌，谁在前有用力的相拥着沉默。哇，太高了，这不是我们 style。 对，没有必要唱的 high C。 我觉得我们彻底把它拉下来，至少降5度。
对，我觉得，哎，这个调是有点像诉说了。这个意思，这个 key 是可以的。凡海泉两位老师合作多年，每一首歌曲的演绎都由两人合力完成，缺一不可。而以导师海泉目前的身体状况，他们能成功登台顺利开唱吗？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高音男孩杨子杰、讨教导师甄惠妹、实力唱作人王思远、讨教导师田馥甄，而令其他导师担心的羽泉组合面对恩爱夫妻曹雅馨、于雪伦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就是歌的情绪的确是那样的，现在要进入这种状态，好像还蛮期待我唱那种歌。对，大家就是希望你唱怪歌，你发现没？你的金曲榜是真的金曲榜。我房间的钢琴被搬走，为什么？就可能被人搬走，被人家拿去要用。三、二、一，时间到。这个舞台真正的作用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是今天各位声音的拥有者和我们的导师讨教的过程。首先是子杰向阿妹老师讨教，青藏高原。应该唱过这首歌吧，私下的时候有印象。对，但是这么正式的唱第一次。现在讨教正式开始，让我们首先请子杰登场。
好吗，梅姐？老肖，怎么了？怎么办？我觉得你可以。可以的。你可以。可以的，可以的。怎么这么厉害呀？谢谢子杰。那接下来就要到阿妹老师了。加油！加油！张惠妹老师、子杰交换舞台。这首歌我感觉上唱的比刚刚那一首还要扎实，歌有很多用到假音的部分，然后他这首歌我觉得整个共鸣点都比上一首歌好，那更扎实，然后感觉上就是刚刚老师的那个提点有听进去，有感觉进步还蛮快的。对，好，让我们欢迎张惠妹老师。小亮，加油！Thank you.
彻底震撼了，好可怕，好可怕，哇，马上变为阿妹，我唱得好爽，刚刚是阿密特，天哪，密特阿妹傻傻分不清楚，哇哦，刚刚是阿妹还是阿密特啊？阿密特，密特掉了啦，哇哦。哇好，我们从现在嘴张得最大的林俊杰老师先开始好了。啊，下巴快掉了，我死了。恭喜你重生了一次。我觉得你不是一个人来的，你确实就是带着阿密特一起。啊，对啊对，可能哎，阿密特今天有来，对。真的。附身了，对。我也要准备另外一个面貌了，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另外一半。来，啊。对啊，另外一个样子，谢谢，对，谢谢。我觉得真的，刚刚真的被震撼到了，最后那个高音整个刺到我这里，整个倒下来，我已经站起来在欢呼，结果突然间还没想到还有多一个高音，我觉得真的是还蛮震撼的。子杰跟梅姐都唱到我缺氧了，子杰是拉着我拔腿就跑。拼命的往山上跑，所以中间的风景我没有看到，中间那段风景才是酝酿情绪最好的夹击，但是你错失了那段时间。密特好像一只很帅气很帅气的老鹰，而我是一只小虫，它叼了我，然后就展翅啪嗒啪嗒啪一下就上去，就瞭望了整个大地，超爽的。然后它在叼着，它说Hebe， 你 Hebe 妹妹，你看这风景美吧？走吧，走吧，也是缺氧，就是两种缺氧是不一样的感受。嗯，真的，好厉害！这是到目前为止 Hebe 老师对点评形容最有画面感的一次了哦。今天他确实是非常的兴奋哦，阿密特叼着他往前走，飞到了高原，然后阿密特开口说话，那不就掉下去了？掉的时候他会这样爪子，哎，哦，再回来，哦，哇，还有这种来回的感受，哦，他是厉害的老鹰，明白明白。子杰这一轮的表演比第一轮唱的感觉，好像突然间进入了状态。总之这一首也许明天，我觉得不是每一个歌手都可以唱的，因为他后面的高音真的是太高了。我觉得梅姐这一次是第一次的编曲这么的重，让我们隐约看到了阿密特的风采。对，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不仅仅是青藏高原，我觉得它带我们去了中国的四大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还有内蒙古高原都去了，最后把我们拽到青藏高原上，酣畅淋漓的来了一场，我觉得非常棒，很欣赏这样的演出，谢谢。没，谢谢谢谢谢谢。但这首歌我要真的很谢谢我们的何英老师在后面，我刚刚唱到最后面的时候，我有加进了一个民谣，因为那个是卑南族的一个古调，老师们就是很辛苦的，然后帮我配了这一段，而且现场就短短的时间，然后教了老师怎么唱，所以唱得非常的道地，老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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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我们助力团的成员对刚刚这一组的相互讨教和切磋进行合影。合影时间到，请问各位助力团的成员对于刚刚这一组的表现，你们的最终意见是？经过我们现场征集观众的意见，然后也经过我们助力团的一个合议，我们给出的意见是：杨子杰，非常遗憾，你将不能继续向其余的老师讨教。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们为子杰再来点掌声好吗？也谢谢各位做出的选择，谢谢。你
真的进步得很快，所有老师说的话你竟然在3个小时里面就把它记下来，然后做一些改变，你真的很棒，希望你可以继续唱歌好不好？好，很棒，谢谢很棒。我觉得在这舞台上我学习的够多了，我现在需要回去好好的去消耗一下这些东西。对，我期待如果还能有机会，我能跟各位导师见面，我会让你们看到另一个不一样的杨子杰。加油！谢谢谢谢，加油！谢谢谢谢，加油！谢谢，加油子杰，下次见。加油！拜拜。